我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爱，它是一件弹力小外套，它是做这种小透肤的，在外面也找不到的啦，你要披一下啊，你要罩一下都可以，而且它有弹性透肤的小花，一朵朵的小花，所以当你们呢想要搭一些小外套的时候，它比例非常的好哦。另外我们这一次拉链是做这种塑胶拉链，非常的好拉，完全不卡头发，分 S 号、M 号跟 L 号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。整件是棉质的，外层是蕾丝小花，非常厉害的一个面料，然后是弹性的。我觉得当穿一个牛仔裤拉起来，下摆的空间，你看它整件都是弹性的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跟着 GNGO 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